寝室边已经溜了，已经忘记出来了。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跟我没关系。再见，彤彤。我视频一个星期前都已经录好剪辑好了。忘记出来。喜欢
最高的饼干。想起我已经好久没有拍抖音了，超管已经追了屏，我们追了两个星期了，我都不敢回消息。
主播那一栏有那个有我的视频，主播点进去有的那个我自己发的视频。那我先播完，我说一下晚安，有大家的下次。我先播了，已经好像对手。宝贝，我本来打算告诉你，在你不在我身边的这一会儿里，我遇到的所有事。但是最后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晚安，宝贝，今晚的直播到此结束，明晚九点我在这里等你。感谢支持，感谢陪伴。2021年10月9日，你又陪伴了我一晚。感谢所有的陪伴，感谢爸爸，感谢戴总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刘宝，感谢弟弟，感谢君香，感谢爱说爱听李晨宝贝，感谢李晨，感谢几百万，感谢李冠杰，感谢苗子，感谢文文，感谢陈飞，感谢619，感谢所有的哥哥们，感谢晚安三。我再往下播呀，之前都是加班，好吧，这些就想加班就加班一下，我不能今天加班，有没有加班？